统一今天如果是输给了马明狗，那这边要赢的话，没有马明狗，现在是乐天。乐天，说错，乐天。这是一个界外全垒打，不过张志豪现在却倒在地上。他刚刚挥棒的动作其实有一点点不太顺，而且持续的还没有站起来，防护员赶快上来。的对战的数据，去年还算不错，防御率3.56，但今年看起来，哎呦，这是一个应该是头部触身球，哇！不过李宗贤，哇，神功护体哦。那你看洪总这样的嘴型就知道，这下感觉挨得不轻了，这个真的没办法躲，明显的失头，有一点想要闪过去，但是直接是砸在了头盔上，头来不及缩下来。还是带到了中间的方向，这一次在左外野，哇！詹子贤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到，那很有可能垒上的两名跑者都要推进哦。花花如果回来的话，就是义拳生涯的千分打点达成了，恭喜林义拳，千分打点，而且是联盟第4位达标的选手，不简单哦。不简单，你想想看，一年打100分打点，要打个10年呢。同意今天若是输给了马明狗，那这边又赢的话，没有马明狗，现在是乐天。说错，乐天。这是一个界外全垒打，不过张志豪现在却倒在地上。他刚刚挥棒的动作其实有一点点不太顺，而且持续的还没有站起来，防护员赶快上来。现在哇，我的这是我个人一开始最初的想法，我有点不知道会担心是肋骨或者是挥棒这边有一条肌肉会拉伤。是，今天比赛场上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少见这么严重的伤势。一打完之后，张志豪先看着球，出了界外之后他就倒下了。对，哇，这个球这，那当然要看接进一步的治疗之后会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看很少看到挥棒会挥到这么严重。其实很快的担架就已经出来了。可以确定的是张志豪要退场休息，那我们这边也希望志豪的伤势不要太严重，因为看起来是他很不舒服。对，完成这一棒打成了游击方向，李宗贤第一时间碰了一下，改变了球行进路线，三垒上的跑者回来，二垒上的跑者也要回来，中信兄弟再度反超了比数。躲在比较外侧，一垒上的跑者往二垒来到，哇，应该是打在人的身上哦。哦，弄巧成拙的情况之下，三垒的跑者要回来得分了，而且王威成一溜烟又来到了三垒。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又是一个灵活的战术，只要碰到球，三垒的跑者已经先提前起跑了。哇，这次岳振华成功的达成了教练团要求的任务。一开始想要喊一个暂停，结果这一球又被他带到了左外野 home run。每次都是这样，想要喊暂停，没有同意，下一个就直接打了全垒打，哇，两分打点的 home run。所以以后可以先尝试，先把握棒上面那只手先放在空中甩一下。一棒带回了两分，把分数追到了5-7。富邦悍将还没有放弃这场比赛。而且这是悍将队史的1800支的全垒打，会不会又是一支全垒打单场双响炮？这次不用喊暂停了。林哲轩4分的打点把分数给追平了，所以前面的双杀没有抓到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你说棒球场就是这么瞬息万变。该要的出局数你没有要到，那就是给对方一些攻击的机会。生涯第2次的单场双响，